手指第一级的菩萨，你够。
三昧，海藏三昧，海印三昧，虚空界光大三昧，观一切法自性三昧，知一切众生心性三昧，一切佛界现前三昧，如是等百万阿僧祇三昧，皆现在前菩萨于此一切三昧，若入若起皆得三教，一三了知一切三昧所作差别，即最后三昧明受一切之圣之位。此三昧现在前世有大宝莲花忽然出生，其花光大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一种妙宝现出庄严，超过一切世间境界。出世善根之说神奇，知诸法如幻性，众生所成等方光明，普照法界非诸天出之所能有。一琉璃摩尼宝为金湛檀王为台，玛瑙为曲眼覆檀金为眼，其花上有无量光明众宝为藏，宝王弥覆是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熟莲花亦为眷属。二十菩萨坐此花座，身相大小正相成可，无量菩萨亦为眷属，各坐其于莲花之上，周匝围绕以一个得百万三昧，向大菩萨一心瞻仰。佛知此大菩萨摒弃眷属作画作事，所有光明及一眼因普皆充满十方法界，一切世界显悉震动而去休息国土眼睛。同心菩萨弥不来及人天音乐同时发生，所有众生喜得安乐，以不思议供养之具，供一切佛诸佛中会悉皆显现。佛知此菩萨坐彼大莲花座，是于两足下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诸大地狱灭众生苦，于两悉轮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诸畜生俱灭众生苦，于悉轮中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阎罗王界灭众生苦，从左右斜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人俱灭众生苦，从两手中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诸天及阿修罗所有宫殿，从两肩上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声闻，从其向北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辟支佛身，从其面门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出世法心，乃至九地诸菩萨身，从两眉间方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受持菩萨临摹供殿悉皆不现，从其顶上方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熟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诸佛如来道场中会，有绕十匝诸虚空中成光明，光明自然光明，法器种种诸供养是供养于佛，于诸菩萨从诸法器乃至九地所有供养而比于此，乃分不及以乃至算数比喻说不能及，其光明光不与之邦一体，如来总会之前与众妙相化满一副床幡宝盖，诸摩尼等庄严之具，一味供养皆从出世善根所生，超过一切世间境界，若有众生见之持者，皆于阿
菩萨摩诃萨能心如是广大智慧，到受持为佛知识，是十方无量无边乃至九地诸菩萨众，皆来围绕恭敬供养，以心观察，真观察是其诸菩萨即者获得十全三昧。当尔只是十方所有受持菩萨，皆于金刚庄严以德相中，诸大光明明能怀摩缘百万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普照十方显于无量神通变化，作是时已而来如是菩萨摩诃萨，金刚庄严以德相中，其光如意临此菩萨所有智慧，实力增长过百千倍，而是十方一切诸佛从眉间出清净光明，明增益一切智神通，无数光明以为眷属，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有老实杂实现如来广大自在，开悟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菩萨众，周遍震动一切佛刹，灭除一切诸恶道故，隐蔽一切诸魔宫，遍示一切佛的菩提处，道场中会庄严威德，如是菩萨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里，而来支持菩萨会上周匝有绕，实现种种庄严之事，前世是一从大菩萨顶上而入，其眷属光明一个如彼诸菩萨顶，当而支持此菩萨的前所谓的百万三昧，名为一的手持之为如佛境界，居住实力多在佛处，佛知如转轮神王所生太子，目视正好身相居住，其转轮王名字太子，坐百相宝妙净智座，张大王满见大床幡，南向三花咒住音乐，居士大海水至金兵雷王之子兵官太子顶，世世纪名守望之位，躲在官顶查理王处，即能居住行持善道，以得名为转轮神王，菩萨手指一步入是诸佛之水观其顶部，名为手指居住如来世中离故，躲在口处佛之是名菩萨受大智智，菩萨以此大智智故，能心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然心之心，增长无量智慧功德，名为安住法云地，我知菩萨摩诃萨主持法云地，如是指欲界即色界即无色界即识界即法界即有为界即无为界即众生界即世界即虚空界即涅槃界即，此菩萨如是指逐渐烦恼心即知世界成坏即知声闻痕迹即知佛痕迹菩萨痕迹如来离无所谓舍身法身迹，一切众一切智智即智的菩提转法轮机，如一切法分别决定智机，具要言之以一切智智一切机，多智智菩萨摩诃萨以如是上上觉慧，如是智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化世界化法界化声闻化彼知佛化菩萨化如来化一切分别无分别化，如是等皆如是智，有如是智佛智法智身智业智烦恼智识智愿智供养智情智戒智智智，如是等皆如是智，有如是智诸佛如来如为其智，所谓修行为其智，民众为其智，修身为其智，出家为其智，见神通为其智，成正觉为其智，转法轮为其智，主寿命为其智，破涅槃为其智，教化诸为
悉知，如是藏界，如是智，犹如如来秘密住所，为身秘密，于秘密，心秘密，是非是是量秘密，受菩萨记秘密，摄众生秘密，众众生秘密，一切众生根性差别秘密，耶娑娑秘密，得菩提分秘密，如是等解，如是智，由知诸佛所有如皆知，所谓一切如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如一劫，有数劫如无数劫，无数劫如有数劫，一念如劫劫如一念劫，如非劫非劫如劫，有佛劫如无佛劫，无佛劫如有佛劫，过去未来劫如现在劫，现在劫如过去未来劫，过去劫如未来劫，未来劫如过去劫，长劫如短劫，短劫如长劫，如是等劫，如是智，由是如来住所，如智所为，如毛道之，如为生智，如过度生正觉智，如众生生正觉智，如众生心正觉智，如众生心正觉智，如随顺一切处正觉智，如是现遍心智，如是现顺心智，如是现迷心智，如是现思义不思义，是见了知不了知心智，如是现声闻知彼知佛知菩萨心，如来心智，我知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广大无量，此地菩萨皆能得如佛知菩萨摩诃萨，住持地极的菩萨不思议解脱，无障碍解脱，尽观察解脱，不照明解脱，如来藏解脱，随顺无碍论解脱，通达善事解脱，法界藏解脱，光明论解脱，无余境界解脱，只是为首有无量百千阿僧祇解脱，皆于此次世地中得如是乃至无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门，无量百千阿僧祇陀罗尼门，无量百千阿僧祇神通门，皆悉成就佛智智菩萨摩诃萨，通达如是智慧，随顺无量菩提，成就三巧遍历十方无量诸佛所有无量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于一念清洁能安能受能舍能持，一如所见过龙光所住大雨，为出大海，于一切处皆不能安，不能受，不能舍，不能持，如来秘密藏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亦不如是，为出地是地菩萨，于一切众生声闻度觉乃至地九地菩萨皆不能安，不能受，不能舍，不能持，佛知彼如大海能安能受能舍能持，以大龙王所住大雨，若二若三乃至无量诸龙王雨，于一念间一时住下皆能安能受能舍能持，何以故？一时无量光大寂故，诸法云彼菩萨亦复如是，能安能受能舍能持，以佛法名法照法语，若二若三乃至无量语，一念尽一时言说悉地如是，是故此地名为法语，见佛曰菩萨言佛知，此地菩萨于一念间能于即如来说安受舍持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金刚藏菩萨言佛知，不可以算数能知，我当为如说其比喻，佛知彼如是方各有是，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今世界中以一众生皆得闻之多罗尼，为若是者成闻种种多闻第一，如金刚莲花上佛说大乘比丘，然以众生所说之法语不从说，佛知于如意云何知，诸众生所说之法为有量也为无量也，解脱曰菩萨言其殊胜多无量无边，金刚藏菩萨言佛知我为如说令汝得解，佛知之法云彼菩萨于一佛说一念之情，说安说受
智大法明大法照大法语三世法藏见二说世界一切众生所闻之法一知百分不及一乃至地狱亦不能及如一佛说如是十方如见所说而说世界未成熟佛不过是数无量无边于地狱亦诸如来说所有法明法照法语三世法藏皆能安能受能舍能持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知此地不差以自曰地其大悲云真大法雷同名无为亦为电光福德智慧而为迷君显宗众生周旋往返于一年间不变十方百劫以那由他世界为真殊国土言说大法最富博远富国之处于无量百劫以那由他世界为真殊国土随诸众生心之所要诸甘露于灭除一切众惑尘缘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知此地不在于一世界从头率天下乃至涅槃随所引渡众生心而现佛事罗尔罗三乃至如上为真殊国土不过于此乃至无量百劫以那由他世界为真殊国土皆亦如是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知此地不差智慧明大神通自在随其心念能以下世界做光世界光世界做下世界垢世界做净世界净世界做垢世界让诸智诸道诸真诸如是无量一切世界皆能护作佛随心念于一尘中之一世界须弥如等一切善转真相如故世界不见我故于一为尘之中之二之三乃至不可说世界须弥如等一切善转而彼为尘地相如本于众世界起得明显我随心念于一世界中实现二世界庄严乃至不可说世界庄严我于一世界庄严中实现二世界乃至不可说世界我随心念亦不可说世界中众生之一世界我随心念亦一世界中众生之不可说世界而于众生无所道盘我随心念于一毛空实现一切佛境界庄严之事我随心念于一念中实现不可说世界为真殊身以一生实现如是为真殊手以一手各执横各杀树花莲相接盘盖床盘周边是盘供养于佛以一生不实现而去为真殊头以一头不现而去为真殊身于念念中周边是盘盘佛功德火水清念于一念间不变是方是成正觉乃至涅槃记忆国土庄严之持我现其身不变三世而于身中有无量诸佛及佛国土庄严之持世界成坏迷不解解我于自身以貌空中出一切风而于众生无所恼害我随心念以无边世界为一大海此海水中现大莲花光明眼旁遍布无量无边世界于众世现大菩提树庄严之势乃至是成一切种子我于其身前十方世界一切光明阿弥陀佛日月星宿云天灯光迷不觉现我一头虚气能动十方无量世界而不令众生有尽不暇佛现十方风灾火灾疾疫水灾我随众生心之所要实现生生庄严具足我于自身实现佛身我于佛身而现自身我于佛身前即国土我于即国土而现佛身佛知此法云地菩萨能现如是际遇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自在神力而是为众诸菩萨及天龙也乍见他波阿修罗护持十王十地幻音梵天金居摩悉首罗诸天之等前座十念若菩萨神通之力能如是者佛复云何而是解脱曰菩萨
佛子尽持大众闻其菩萨神通之力，多在以往善哉忍者为断臂，以当少时现菩萨神力庄严之势，是金刚藏菩萨即入一切佛国土地行三昧。如此三昧是诸菩萨及一切大众皆知见身在金刚藏菩萨身内，中西千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种种庄严之事，尽于一切所不能尽有于其中见菩提树及身周围十万三千大千世界到百万三千大千世界之业所应，亦复如是成熟心量，有时之座座上有佛号，一切之通往一切大众悉见其佛座菩提树下十字座上种种诸相以为庄严加持，一切所不能及。金刚藏菩萨实现如是大神力，应观临终回各在本处，是诸大众的微尘有神奇德相默然而出，向金刚藏一心瞻仰，而世界多也菩萨拜金刚藏菩萨也。佛子尽持三昧神威，心悠悠大势力其名何等。金刚藏言持三昧名，一切佛国土俱行。又闻此三昧境界，云何大言佛智若菩萨修持三昧，随心所念能于身中现，恒河沙世界为成熟佛刹，不过之数无量无边佛智菩萨诸法云彼得如是的无量百千诸大三昧，故知菩萨甚深也不可测之欲欲也，以一夜神通自在观察三世三昧境界，智慧境界有其一切诸解脱门，变化所作神力所作光明所作列所，乃至具足下诸如是一切诸有所作，乃至法王之诸三昧地菩萨皆不能持。佛子持法云地菩萨所有境界，略说如是若光说者，假使无量百千阿僧祇劫亦不能及。解脱曰菩萨耶，佛子若菩萨神通境界如是，佛神通力其故云何？金刚藏耶，佛子譬如有人于四天下取一块土而作誓言，为普遍世界大地土多，为此土多我观如闻亦复如是，如来智慧无边无等，云何而与菩萨一样？故此佛子如是天下取少许土，于这无量智法云彼神通智慧，于无量劫难所少分光如来地。佛子我今为如饮食为真，令汝得知如来境界。佛子假使十方一一方得有无量世界为真，出诸佛国土，一一国土得如是地菩萨众难，如甘蔗诸位道马众力比诸菩萨与百千亿那由他皆修菩萨身，所生智慧比一如来智慧境界百分不及，因乃至有波尼萨多分亦不能及。佛子知菩萨诸如是智慧，不亦如来身于一夜不舍菩萨诸三昧力，于无数界尘世供养一切诸佛，以一切众以一切众供养之具而为供养，一切诸佛神力所加智慧光明转根真身，于法界中所有闻难三昧皆持百千一切无能举者。佛子譬如见持以上妙正经作眼身具大摩尼宝印色其现，自在天王神智不待其于天人庄严之具说不能及。此地菩萨亦不如是，是从初地乃至九地一切菩萨所有智慧皆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能令众生乃至入于一切智智于之光明无能如是。佛子譬如摩西手若电王光明能令众生身心清亮，一切光明说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亦不如是，能令众生皆得清亮，乃至诸于一切智智一切声闻彼之佛，乃至第九地菩萨智慧光明岂不能及。佛子知菩萨摩诃萨亦能安住如是智慧，诸佛世尊不更为说三世之法界差别之念，一切世界之照，一切
世界之子，念一切众生之具，要言之，乃至为说的一切之智，智菩萨是波罗蜜中智波罗蜜，最为真上于波罗蜜，非不修行佛智是地灭说菩萨摩诃萨毗湿法云毗罗光说者迦是无量阿僧祇劫亦不能尽，佛智菩萨住持毗多作摩悉首罗天王于法自在能受众生声闻度觉一切菩萨波罗蜜等于法界中所有文难无能取者，不是爱与理性同时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中一切之智辅佐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为受为身，乃至为一切之智一智者，若勤加精进于一念经得是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熟三昧，乃至实现而说为成熟菩萨亦为眷属，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实现过于世俗所谓若修行若庄严若心戒若所作若身若欲若光明若足根若身边若应身若清楚乃至百千亿那由他皆不能数之，佛子是菩萨摩诃萨是地心相是地现前者能去入一切之智，比如阿耨大师诸生大和集合六祖遍业菩提即入境界不根正障乃至入海定其充满，佛子菩萨以二从菩提心流出三根大愿之身，一舍舍化充满众生无有从今不根正障乃至入于一切之海定其充满，佛子菩萨是地云佛之故而有差别，如因大地有十三王何等为是，所谓雪山王象山王毗婆离山王神仙山王有见多山王马尔山王毗弥陀罗山王卓杰罗山王基督摩地山王须弥卢山王佛智如雪山王，一切要朝现在其中去不可及，菩萨说诸欢喜地亦不如是，一切世间尽数其一文胸咒数现在其中说不可及，佛智如向山王一切诸相现及其中去不可及，菩萨说诸离垢地亦不如是，一切菩萨皆成为体现在其中说不可及，佛智如一佛一三王正道说成一切众宝现在其中去不可及，菩萨说诸法光地亦不如是，一切世间禅定神通解脱三昧三摩婆地现在其中说不可及，佛智如神仙三王正道说成无同神仙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言为地亦不如是，一切道中殊胜智慧现在其中说不可及，佛子如有见陀罗三王尊宝说成夜叉大神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难生地亦不如是，一切自在如意神通现在其中说不可及，佛子如马尔三王尊宝说成一切诸国现在其中去不可及，菩萨说诸现前地亦不如是，如愿其力成文果真现在其中说不可及，如弥弥陀罗三王尊宝说成大地龙神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愿心地亦不如是，方便智慧度觉果真现在其中说不可及，如卓杰罗三王尊宝说成诸自在中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故动地亦不如是，一切菩萨自在恒差别世界现在其中说不可及，如基督三王尊宝说成大威德阿修罗王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三昧地亦不如是，一切世间生灭之心现在其中说不可及，如须弥卢三王尊宝说成大威德诸见现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说诸法云毗亦不如是，如来毗无为不空法一切佛事现在其中闻那宣说不可穷尽，佛子只是宝山王同在大海差别得名，菩萨是地亦不如是，同在一切之中差别得名，佛子比如大海一世中将的大海名，
多何等为之一切地见生而不受事实三日水诸中皆是本因此不同意为无无量珍宝六无能至地极广大无量八大神说具九曹不过千世不受大欲无有因一菩萨恨一不如是一时相故名菩萨恨不可以多何等为之所谓欢喜地出生大愿见自身不离垢地不受一切破戒是故八关一舍离世间假名自不言为地与佛功德同一为故乃身地出生无量方便神通世间所作众生宝故现前地观察愿生生生地故愿心地广大觉慧善观察故不动地实现广大庄严是佛忏悔地得身解脱行于世间如是而自不脱行故法云地等受一切诸佛如来大法名语无言诸故佛知彼如大摩尼诸有世中心诸国中宝何等为是以这从大海出而这小将之地三者圆满无觉是这清净离垢无者内外名者流者三教传传七者观一宝律八者自在琉璃高床之上九者不放一切种种光明十者能随往于雨中宝物如众生心充满祈愿奉之当知菩萨亦复如是有是众是诸多众生何等为是以这法一切自心得这世界透脱真心宁静三者诸禅三昧圆满无觉是者道观清白离诸垢秽污者方便神通内外明者有者缘起智慧三能转传七者观一种种方便之旅八者之欲者在高床之上九者观众身心方位之光十者受佛之智多在佛说能为众生光作佛是佛子自己一切中一切之功德菩萨心法门品若诸众生不种善根不可得闻解脱曰菩萨言闻此法门得即所福金刚藏菩萨言如一切之所即福德闻此法门福德如是何以故非不闻此功德法门而能行接受是徒受何况仅仅如说修行是故当知要得闻此即一切之功德法门乃能行接受之修行然后至于一切之地而是否神力故法如是故事方各有是以佛刹为成熟世界六种十八相同所谓动变动等变动即变即等变即用变用等变用正变正等变正后变后等变后即变即等变即一种天化天乱天一即诸天宝庄严持具传法正盖周天即月即阴和亚同时发生在一切之地所有功德如此世界他化自在天王公演说此法释放所有一切世界其意如是而是复以佛神力故释放各是以佛刹为神殊世界万有是以佛刹为神殊菩萨而来智慧作如是言善哉善哉金刚藏快说此法我等悉以同彼金刚藏说出世界各个刹别悉名金刚的佛号金刚藏我等住在本世界中皆称如来为神之力而说此法终为其得闻此句意欲知说说无有增减其以佛神力而来智慧为如作证如我证经者如此世界如是十方一切世界其以如是而妄作证而是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中会不周法界与赞叹法一切之知心于世界菩萨境界于今知菩萨心理于所摄取一切中知道于出灭一切世间垢于是于一切智于实现不思议之庄严于前世一切菩萨诸功德于名如是第一转根开显成佛神力而说颂言其心即灭恨调顺平等无碍如虚空离诸垢作主遇到此殊胜恨如因听怀见一切修诸善供养无量无边佛声闻度觉以不染为利众生发大心精进持戒常柔忍惭愧不知戒具足只求
祝地神持亲永历宗乐昌欢喜愿你光修诸善法以非命不入后悔结婚居住念众生提出功慧心灵界观察世间三度或广大皆则取三地三有一切皆无常如见如生苦之难眼里有为求佛法广大之人去眼底天会居住得道之供养百千无量佛常观最深处功德使人去入难身体智慧方便善观察种种实现救众生普供实力无相尊去入无生现前地是说难知而能知不说与我理有问发心本机随缘转得此微妙相其地智慧方便习广大难心难复难了知随顺即灭心修习能去入空不动地佛学平从即灭即广修中中处之业居士自在观世间离智而生善慧地以微妙之观众生清心业惑等抽离为于化其灵去道演说诸佛圣密藏此地修行居中山乃至九地即富贵常求诸佛最上法得佛之水观其地获得无数诸山每一山了知其作业最后三昧灵受持诸光大经恒不动菩萨得此三昧时大宝莲花忽然现身量成比于众作佛之围绕同观察放大光明百千亿别出一切众生故不与定上放光明不入十方诸佛会悉诸空中作光万供养佛一众诸入其实诸佛悉了知今此佛之等智慧十方菩萨来观察手持大师数光照诸佛每见一方光普照而来从顶入十方世界神震动一切地狱复消灭此时诸佛与其之路转轮王第一次若梦诸佛与观定使者明灯法云地智慧增长无有边开悟一切诸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界世界众生界有数无数即虚空如是一切现动态一切化用大威力诸佛加持为习之以欲界数毛道等界能如是而观察受生色出尘真道转妙法轮如涅槃乃至寂灭解脱法即说为说皆能了菩萨主持法云地具足念力持佛法譬如大海手容于此地受法亦复然十方无量诸众生悉得闻此持佛法于一佛所说闻法过于一数无有量一心之愿为胜利一念普遍十方土诸贪不欲灭烦恼是故佛说明法语神通是先天十方超出人间世界境不过是数无量一时之思未必迷门一句诸量之功德乃至就地不能知何况一切诸众生及一生闻彼之观此地菩萨供养佛十方国土悉周遍一共先前诸生中居住庄严佛功德住于此地不为说善持法皆无碍之众生国度心依然乃至一切佛功德此地菩萨之光明乃是众生正法路自在天光出世安此光明安亦如是诸事多作善皆妄善能言说善成法无量三昧一念得所见诸佛亦如是此地我今以略说若欲光说不可尽如是诸地佛之中如是禅王亦难住诸地一夜不可尽譬如水山其中央而欲皆闻如香山山如毗陀法妙化愿为道宝无有尽地如仙山人山处无一神通如有仙流如马而居中国其一大威如泥泞八地自在如轮回九如嫉妒及无碍是如取密居中的诸地人手和世界三地功德是转移无一微妙流程神奇光大威霸庄严九地四两微妙一出国一切世间道此地
力受持诸佛法如是心海无境界智力超十法清楚持戒第二禅第三清净第四成就无缘身第六观禅机第八智在金刚常第九观察众受力第十观地随王亦如是得宝见清净十方国土水为尘可于一念之起数而末路空可知量一切所思不可及下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九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婆罗尼地尼和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那地Yeah.
死亡，死亡，做梦，做梦，死亡，死亡，啊。
Yeah.
见。